演艺人员与各界老前辈们开心合照，一同参与基金会所举办的中秋节餐会活动。活动中邀请众多演艺界前辈，中视董事长胡雪珠表示，今年端午节举办过一次餐会，但端午节前的聚会已是3年前，今年能再举办第二次，大家老朋友能在佳节中聚聚，也非常开心。上一次的餐会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通通都留在原地，大家都是依依不舍的，还有很多人呢相约第二团，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大家服务。那么你们大家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，也让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服务这两个字它的意义跟价值，非常有意义。这些老艺人大家都很久才见到一次面嘛，而且所以真的有时候说见一次少一次啊。能够有这个聚会也联系一下我们，不管是幕前幕后电视台的长官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活动，我们都很期待。大家举杯敬贺，共同交流，一同拍照留念，在美好佳节来临前庆祝中秋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